Police. Put it out. Where? Arch. Laying down a smoke. Okay, coming. Laying down smoke. That's gonna.确诊，两人是还没确诊过的，有谁？应该都确诊的差不多了吧？还没有确诊，真假？两人都猛男呢，感觉优生学要找我们呢，我们身体健康啊，优生学啊，正在确诊中。可是有保险的人确诊，感觉也不错哎，有保险可以领。没出门怎么确？也不是没道理啊。如果都当宅男的话，也不是没道理。Hello guys. Flashbang out. I think it's on the left. It's on the left. One is behind us. Clear.乃是很想刀欸，我大学同学确诊三次，那个同学怎样？夜生活很丰富哦，漂亮女生，那她肯定懂玩啊。气儿妹战士还有人看她实况吗？不是，我怎么觉得气儿妹这一趟来好像变得没有以前好看了、啊？正常的吗？她以前比较那个欸，她这一趟回来变好老，好像老妹了呢。看那个 FB 只有他的新闻，玩烂了，应该也没那么会玩吧？哎，玩到烂掉，太可怕了吧！我看那个什么雅虎什么新闻的一大堆在报道他的那个什么要环岛什么小，啊，看那个照片跟以前上次那个东踏曲蜜来差太多了吧？东踏曲蜜还不如看李多惠，有道理。为什么要来台湾洗一波亚洲的流量吧？啊，他上次来台湾有尝到甜头啊，那搞不好这次那个再回来洗一波啊。Deploying smoke. Nice. 台湾男生那么敢给，你看他在国外是被抢手机，在台湾人家是送他行动电源，差距就出来了。再怎么样，再来台湾那个的吧，照顾粉丝的吧。就像女生找工具人，对不对？还是要关心一下工具人的心情吧。那给牵手也算工具人嘛？牵手又没怎么样。去溯溪的时候也是要牵个小手，才不会跌倒。如果他找到高人，可以去找他拍照吗？一样。我这样不就跟你们梁志的宅男没两样吗？不可能把自己活成最讨厌的样子的。好，我想买显微镜，但钱包不够，捏一下就有了。那你要跟粉丝拍照吗？你讨厌我有一点，因为宅男都很偏激，对宅男的印象不是很好。你是 A？ 可以玩吗？这里只有 VT 屯 ，VT 屯可爱，没有啦。不是我就没有在看企鹅，我很少看女实况。因为说今天沙梗徒步环岛来高雄，梗爷我肯定会有机会去的嘛。因为我在看女生的，不可能去啊。多一，快点啊，快点啊！喂 ，Arch。Laying down a smoke. Okay, connect. Laying down smoke.That's gonna. Yeah, 包点魔术师，杀神要跪下来，像赢大甲妈一样。好，我会跪，跪下来嫩丢卡。为什么可以不补全甲？这客家人。打法看老照，为什么要补全甲？又不会死，钱够再补就好。A D 按住就好，是要放开，按住应该也可以吧？我是会放开了。你下背，你下背，开。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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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吧，学一些基本的就好，不用学很多啊，学一些基本的就可以。Simple 过巅峰期了吗？还好吧，一半一半吧。人嘛都有巅峰，也是会有那个嘛低潮的时候嘛。低潮。Should be two. Bro, can push me, bro. Flashbang out. One ups.就他用 CT 走过来，还可以吧？也哪有人可以维持巅峰的， yes. 对不对 ？Faker 还不是一样，打到冠军赛是得输的，差不多意思啦。没有人可以维持巅峰的。B in. Faker 第三百后体力下滑，太老了，还是换人，换一个年轻的肉体，青训队的拉上来打。第三把赢完两把之后，第三把再叫青训再来打一把，输了没关系，下一把 Faker 休息一把之后再上，这样可以吧？顺便世代交替一下，谁敢换？换了打不好，替换怎么会被开卡车？最后这边就贴纸该抽吗？抽吧。就算没有价，也有纪念价值。有看见出了新箱子吗？有啊，造型都很普通，感觉这是那个箱子不好看，就只有那把法玛斯的颜色漂亮而已，蓝蓝的，剩下我觉得很烂。刚异性朋友问我那照片可爱还是照片的狗可爱，我该回答什么？你比较可，你就回答你比较可爱就好，最简单的，你比较可爱。这次据说比哪米强吧？应该有吧？但哪米现在也不是最强的，比哪米强也没什么用。小蜜蜂状态感觉好一点。Face 跟 G2 都要从挑战组打上来，应该稳吧？不好讲，都要从挑战组打。Banana flash. In in. Flash. 好的。Flash back. Flash back. Flash. 鬼闪。Grenade. One coffin top. Flash back. Flash back.Это смог, кто смог заезд. Хи-хи! Ninja Defew! Totomo! CS2 被炸烂也不一定啊，要看对面有没有留手榴弹，不好说。但我觉得应该会留啊，打比赛的队伍应该会留一颗手榴弹的。要是一队有五个阿德法玛零杠十六，靠腰，讲话就讲话，何必拖臭人呢？瞎说什么大实话 ？I don't know where. 各位各位各位。不要。My inside. Hey, good. Hey, that room is good. Best B. Guys, wait.That's my baby. My baby. No, no. What the fuck? What the fuck? 新招欸，叠两个欸，学废了，又学到一招。AMS 外挂没有变少，不是说外挂没变少，伺服器变更烂吗？马铃薯我已经解除安装了，我只能说很可惜。我觉得 Apex 是一个好游戏，它如果有好的伺服器，它绝对是好游戏的。外挂就其次啊，现在外挂那么厉害，大家都很会做外挂，外挂每个游戏都有，连 LO 都有外挂，超可悲，很可惜啊。亚洲区整个摆烂，可能没有多的预算吧，我也不知道。现在连美服都在烂，真的吗？我看 ACU 还是选手吗？还是不是了？看他都在打 LO， 他很早就不是了，那为什么大家还玩20就会刷他？现在是 BCU 的天下。刀子跟干员在 CS 会不会降价？刀子可能
会吧？干员有涨价吗？有人会买造型哦。我要储值，我要买造型。干员也涨，真假？还有人会买干员哦？干员自己又看不到，干员应该是要买那个有保护色的吧？颜色很暗还是什么的？我的到，我的到。A 哥 ，A 哥 ，Real？ I guess so。Nice。